你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高山滑雪。你经理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经理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冬季两项。你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高山滑雪。你经理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经理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冬季两项。你助理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助理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雪车。你同事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同事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越野滑雪。你邻居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邻居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冰壶。你外甥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外甥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花样滑冰。你外甥女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外甥女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自由式滑雪。你岳父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岳父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冰球。你岳母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岳母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雪橇。你孙儿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孙儿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北欧两项。你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高山滑雪。你经理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经理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冬季两项。你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高山滑雪。你经理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经理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冬季两项。你助理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助理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雪车。你同事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同事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越野滑雪。你邻居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邻居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冰壶。你外甥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外甥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花样滑冰。你外甥女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外甥女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自由式滑雪。你外甥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外甥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花样滑冰。你外甥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外甥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花样滑冰。你外甥女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什么？我外甥女最喜欢的冬奥会项目是自由式滑雪。